这个是我当时去 W 当教练的时候，然后带了一个胸针，然后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的话，是我的人生的一个转换。当时是一名年轻的选手，然后到现在带选手去打比赛，然后算是完成了我不同的体验吧。这是一条陪着我打过很多比赛的一条项链，有一个 Game Over 的标志嘛。小时候经常玩那个手柄游戏吧，就死掉或者什么，就会出现 Game Over 嘛。就是 Game Over 之后嘛，你又会去一遍一遍的挑战，一遍一遍的尝试嘛。我希望把这种不屈不挠、越挫越勇的精神，通过银龙杯一直传递下去。我正式成为职业选手后，这是我使用的第一个的键盘，然后它也一直陪我打比赛到现在，所以说我就特别想把它给融进去。这个眼镜是我从2015年春夏之后结束开始配的，然后基本上就是带它一直在打，当时 APL 嘛，它陪伴了我打 APL 基本上所有的时光吧。这鼠标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相当于我的一个朋友一样。从一刚开始打职业的时候，到前段时间吧，才开始换新的鼠标，就是还是有点不舍，想借助这个鼠标，它日复一日的陪伴着我，代表的其实就是坚持不懈、一直努力的那种精神，然后也再次激励着我，下次捧起银龙杯的时候能想起我的老朋友。选择这个眼镜，其实就是因为我大多数的比赛都会戴着它嘛，我觉得更像就是一个我的那种武器一样的吧，因为我需要它让我去集中精力，在游戏里去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其实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个英雄一样，就是维恩嘛，因为他也是有一副眼镜的。然后他有一句话嘛，叫做"猎杀黑暗中的人"嘛。我觉得就是不管你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从黑暗中走出来嘛。这是埃及的徽章，然后我为什么要选这个东西？是因为毕竟是我接打 iPad 打这么多年，然后也是没有换过任何一个战队嘛。每次我觉得自己打得不够好的时候，就看着一下这个东西，然后让自己找一下以前的动力。我选的是 FunPlus 徽章，当时来 FunPlus 就是因为了拿冠军。刚来 FunPlus 第一年，然后下一赛拿了冠军，我希望他能给 LPL 带来好运吧。我觉得这个项链的话，首先代表着就是热爱与勇气吧。京东舰队以来，我就一直待在这里，对我来说就是见证我的职业生涯嘛。我刚来 TOP 的时候，就是我希望去拿一个冠军，也必须去拿一个冠军，去证明我们团队。这个键帽是我们第一次拿到夏冠的时候做的一个键帽，然后也是当做一个纪念。这个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能代表我的一个物件吧，因为这个战士护目镜的话，其实是我刚打职业不久的时候戴的很多嘛，然后可以象征我的朝气吧。我觉得 LPL 的话，它是一个就是非常有活力和血性的一个赛区嘛。LPL 也是我正式打比赛的第一个舞台嘛，新老选手都打得非常有朝气嘛，非常强的一个赛区。队伍越来越动了，大家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赛事也是做得越来越专业了。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还有实现梦想的一个平台，是我电竞之路开始的地方吗？是一个让我发挥自己潜能的地方嘛。LPL 就是我的家吧，可以来说是我整个懂事以后，就成年以后的整个青春了。其实也是我们职业选手梦寐以求的舞台嘛，包含了很多很可爱的观众们和很勇敢的职业选手们。觉得啊，我是一个 LPL 的选手，还是蛮有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我跟 LPL 一起就是慢慢长大的，可以来说更像我一个老朋友。我很喜欢那个舞台，LPL 的这个舞台，我很向往。我觉得不管成功与否，我就是想去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从一开始，我还是一个只会打游戏的小孩嘛，然后在这里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我2010年已经沉到谷底了嘛，但是只要肯拼搏，2010年还是可以打出来的。赢的时候的上一秒，我还没有特别的就心情那么复杂吧，然后结果在下一秒就直接泪崩了。当我有一次终于拿到这个银龙杯的冠军的时候，真的当时的心情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就现在还能想起来，都是感觉要哭下来的那一种。没有想到我们那一次能拿春季赛的冠军，奖杯拿到手上，你还是觉得，哎，好像这是真的吗？我以前去打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年轻嘛，就然后也很年少无知吧，然后周边人就很包容我，包括我打了几年职业，然后退役去当教练，其实也是在不停的吸收和成长。包括当教练的时候，我可以去教导很多选手，我以前可能犯过的一些错，因为其实我觉得打游戏也不仅是要把游戏打好，你以后要怎么当个好的选手，就很多东西其实外在的东西也是要去多多学习的。就是以前是小朋友嘛，选手嘛，对吧？是被照顾的，现在是在照顾别人。我当教练的时候，
我就发现就是舞台上面的五个人才是最闪亮的，如果有机会自己一定要再重返那个舞台。我和 W1 对战了一场比赛，然后发条还拿了五杀嘛，那天正好我说我生日，然后当时我爸也在台下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种被家人认可的这种感觉。只有当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经历了很多，然后最后拿到这个冠军以后，你才懂得怎样在接下来的比赛去拿更多的冠军。LPL 的舞台很大，充满着很多机遇，我希望每位选手都可以坚持下去，把这份工作当作一份责任，永远怀揣着一颗学徒的心，去脚踏实地的打好每一场比赛，不断的坚持，为了自己的梦想，自己的信念，竭尽全力努力奋斗，最后请一定要充满热爱，热爱这个游戏，永不言败，加油，冲着冠军出发。我是一名程序员，然后也是一名 LPL 的老观众了。接触英雄联盟呢是在高中时期，最早第一次看英雄联盟的时候其实是大二的时候，是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读大三。因为寝室有一个特别喜欢看 LPL 的室友，后面慢慢的就变成我们两个人一起窝在寝室看 LPL。在2014年我出国读书以后，我们当时七八个人是住在一栋楼里面，然后那时候的团建活动就是一起看 LPL 的比赛。我是一个90后，2015年开始看 LPL。我是一名80后玩家，从年龄上来看，我应该也算是名老玩家了吧。几乎每一场重要的比赛我都会去看吧，比如说春季总决赛啊，夏季总决赛。后来把看比赛当成一种学技术的方法。赛事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不需要跟我的朋友分享，我也不需要在现实中跟我的家人分享，因为他们不一定懂，但是我可以跟这么多的召唤师分享。大家就算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些时候看到一些特别精彩的赛事，也会突然间在群里聊一聊，大家突然间又好像回到了在大学里青春愉快的时光。那段疫情期间，我记得我是自驾然后1000多公里从家然后返回工作岗位进行一个抗疫的工作，在那种情况高强度的工作还有紧张压力下，工作完之后回到宿舍休息，然后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看 LPL 的重播，然后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身上有一股动力。我要捐的物品呢是这个我的键盘，在这个键盘上寄托了我对 LPL 的喜欢，还有就是说是这么多年来一如既往的热情。我其实玩这个游戏挺久了，然后这个鼠标也是一直陪伴着我。千珏的一个钥匙挂件，千珏的大招是一个保护所有队友的大招，英雄联盟也是五个人的游戏，一定要靠团队精神而不是靠个人英雄主义才能取胜。这个书签的话陪伴我整个高三时期。我的物件呢是这个 W1 的手环，我希望这个物件呢能够祝福所有 LPL 的赛场上的选手去到更大的舞台。去年的时候官方举办过一个线下的嘉年华的观赛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抽中了那个 SS 级特大奖，是一只很大的提博斯，外加送了我一个纪念的胸针。这个手链的话我也是戴了很多年，它也是见证了我和我兄弟们看 LPL 比赛的这一段过程。我今天带来的是这个 IG 夺冠的纪念币，就觉得这么多年比赛看下来吧，自己有见证了一些低谷，但是也重新坚持到了 LPL 登上巅峰的时刻，也是希望这枚纪念币重铸到银龙杯里面能够传承这种冠军精神。我这一次的物件呢是一个钥匙环，从我接触英雄联盟然后 LPL 开始它都在我的身边，这个记忆陪伴着我一起看了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场的比赛了，也希望他能够在退役的时候做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每当我看到年轻热血的选手们在场上挥洒青春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我也置身其中，忘记了生活中或工作中的烦恼。其实他已经融入了我们
的生活，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不只是比赛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种对于我和我兄弟们之间能够每年就是抽空一起聚在线下的一个理由吧。个人只是希望能在下一个十年里，尼龙杯能够还存在这里，我还能再来再捐一个键盘给他。我希望所有热爱 LPL 的小伙伴们都能拥有热血而美妙的青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份电子竞技带来的快乐，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热爱，共同走下去。LPL 永远是我心中最好的赛区，第一赛区。曾经你为我加油过，我也会在你的身后一直为你加油。LPL 加油，兄弟们加油 ！LPL 加油 ！LPL 加油！剑，百兵之君，正义之神，天命之威，众生之望。把这份工作冠军出发，竭尽全力，脚踏实地的打好每一场比赛，不断的坚持。LPL 永远是我心中最好的赛区，第一赛区。LPL 加油！加油，兄弟们，加油 ！LPL 加油！旧的尼龙杯的一部分载着过往的荣耀融进了新的水晶之中，赛场上新老在交替，薪火正在相传，冠军的精彩也在其中脉脉相传。铸剑之术，它是金木水火土都是反复交融，制作这颗凝龙杯水晶和铸剑是同一道，这是历史的传承，也是新的寄托。